你决定了吗？真的要继续向前走？现在还来得及转身，什么都不会发生，世界会按照既定的轨迹继续前进，顺应它的命运。它向来如此运转，未来也会一直这样运转下去。Eris， 我是不是打扰各位老朋友在这里的聚会了？我确实是为寇而来。毕竟寇的存在至关重要，不能被诸位如此粗鲁地对待。只不过，我倒是也很想知道，这场华丽又拙劣的表演究竟是何人而为。李总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为我们解答一下，寇究竟去了哪里？寇的携带者曾属于 BS， 我既然可以随时决定他的去留，又何必把他藏起来？何况寇并不是我们实现目标的必需品，若不是有人精于研究，现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寇的存在了。李总确定要继续混淆视听吗？特遣署执行任务，所有人立刻放下武器，交出库尔携带者。Black Swan 涉嫌私制违禁品一案，特遣署已掌握最新线索。 Hades， 你得跟我走一趟了。你们太吵了。一群蠢货，凭你们也想要靠？
别做多余的事。别动，不然我不保证你的安全。等一下，在特遣署把人带走前，我们需要先处理一些内部问题。普赛顿，不如先来聊聊你的机械盒子吧。我很好奇，是谁给了你这么大胆子，在我眼底下挑事？
我在执行任务，发生了一些事，怎么会到这里我也不清楚。我说怎么有点疼，原来我受伤了。谢谢你，刚刚我都没有注意到。怎么会？那就比有点儿多一点儿。但还是鼻子更疼点儿。是，长官。特遣署已经封锁了涉事烟草厂，也已经查出了机械盒子的重要涉案人员。不过现在重叠区的事态更加严峻，优先处理级别更高。我好像见过你说的那扇大门，但是算了，当务之急是先离开这里。这里时间是停止的，空间也很错乱，就像是不同的空间对接在了一起。这种情况下贸然行动，稍有不慎就会被困在某个未知的空间。我说错什么了？你得相信，会一定做到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去你说的那扇大门那里吧。我大概亲眼见过那扇门，我不知道，虽然这么说很奇怪，但我只是感觉我去过那扇门前，并且它是某种很重要的存在。让我来。
那里的确是炼狱室。根据特遣署的观测，时空重叠区的影响范围正在不断扩张。不久之后，波动区就会覆盖整个城市。到那时，也许会发生什么严重的后果，或者已经发生了。不是我们，是你。直觉告诉我，那里会有一些答案。你还有别的事要做？面对现在的紧急情况，特遣署已经对各个区域做好了针对部署。在我结束调查后，也会去加入他们。别担心，还有很多人和我们在一起，在每个角落一起努力，所以你可以放心地去做任何事。好，我帮你提双倍。不过，也有可能那扇门只是我错误的预感。那我就继续带着怀疑向前走，你来帮我相信吧。平安回来。如果没有找到答案，我就尽快回去，不让你担心。看来这已经不是时空管理局能解决的范畴了。Zero， 你应该比我清楚眼下的一切意味着什么。1908年白宫爆炸案，
为了掩盖某个事实，你们抹去了所有幸存者的存在。你大可以说这就是时间观测者的工作，为了维持所谓的世界稳定运行。我从未否认你们存在的必要性，但我始终不认为改写结局必然会带来负面效应，这只是你们的主观臆断罢了。世界固然有世界的准则，但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承载着人自己的幸运。你们观测的太久，恐怕已经忘了真实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感受和意义。所以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会想办法让世界的轨迹按照我们的期望继续前行。都听到了，那现在可以说说看你是怎么想的。把头抬起来，地板不会说话。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，所以现在一见就忘，不要胡思乱想。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？什么都不是，适当的威胁是双方谈判中重要的一步，不必每句话都当真。下一个。没问题了，不然你以为呢？看来笨蛋习惯性听话，只听感觉。我说过，无论你要做什么，我都会和你一起面对。我听得见。你刚才不是都听到了？在时空管理局的立场上，现在的时空重叠理应被修正，否则会影响世界的发展进程。但显然这件事已超出他们的能力范畴。我知道，笨蛋向来有孤注一掷的勇气，但记住，你不是一个人，我会在你身边。当时部署了很多方案，以备不时之需，但所有前提都是以你的安全为优先。再按计划进行，只可惜 Poseidon 跑了，不过不妨碍调查他背后的人。 BS 内部盘踞了太多腐烂的部分，是时候把他们一一剔除了。
现在最要紧的是为你扫清一部分歧路。这不是帮你，只是让你有精力做你应该做的事。倒计时，那就快点去找吧。任务继续，不塞的。他继任了波塞顿的位置，接下来我会带领新的十二主神实现真正的预言，和 Queen 一起在新的世界并肩前行。尽管向前跑吧，想做什么就去做，天塌下来我会给你担着，你只要记得我们始终走在相同的方向，也注定会在终点相见。现在立刻从卧室的窗边跳下去。照我说的做，等一下会跟你解释。你可以提问，但要快。我上次说过了，不会给你这个机会。不用，跳吧。下面的风景还不错，正片也看看。
你不怕？我黑进了 NW 的实验数据库，他们已经初步研发出血液病的疫苗，也该对你失望了。这个指环可以屏蔽你身体内的芯片信号，他们不会再找到你。好看。关于疫苗的研发 ，NW 已经安排了下一步计划。不出意外，它会以最快的时间被严谨验证，并投入使用。你还有很多事要做吧？你可以检查一下，不过确定要在这里。别说我了，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他凭空出现后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地震，现在应该已经被 NW 的人包围了，想进去并不容易。没有，监控内的区域全部排除，剩下的死角我们过去找。我们的确错了，石板不一定都在灯塔附近。我黑入过焦块的系统，拿到了部分猎人游戏和灯塔的信息。对比数据后发现，有的石板在灯塔附近，但有的离得很远。所以每场猎人游戏的范围不一样，不全是因为焦块在收集能量波动。灯塔应该比我们想象中要大得多。现在这座白色建筑可能只是灯塔的一部分，所以石板才不在附近。而且根据我的调查，炼狱室周边发生的几场炼狱游戏涉及的灯塔都被打开过，除了最后一场猎人游戏。砸了就砸了，石头不是机器，就算只剩一块碎片，对靠的感应也会在。去看看才能知道。
我们走吧。这里也有，我们先往里走，再试试看。我去拖住他们，你继续往前走。放心，我受不了。他会代替我，在你身边陪着你。所以往前走吧，淑萍小姐，不要回头，也不要害怕，你需要继续向前，这是你要做的事，你只需要相信我，我爱你，不会有事。看来我猜对了。灯塔内部本质上是物理空间，本就是可以利用一些作弊手段进入的，不然我们也不会在那座海底下的灯塔里见面。两种可能，一是这座灯塔出现了什么故障，所以处于开启的状态；又或者说，灯塔本就是可以通过能力随意进出的。确实，重点还是他是如何发现第一座灯塔的。很多时候，结果很容易反导于行动。不过，
大概现在并不是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。这座灯塔或许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诡异。整个地下错综复杂，拥有许多大小不一的区域通道。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应该是其中最大的一个空间，也是在结构上处于最中心的位置。这就要问问你了。我想大概是你做了什么，比如呼唤这里的灯塔成员。当通道亮起来时，我便确定你一定是想来调查城市中突然出现的那座白色灯塔吧。你已经不在宇宙之中了。许墨，当然我比较喜欢听你称呼我为同志，武灵爱是这样叫我的。这个世界大概还是很友好的。现在的时间是多少？如果这个附近是归零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就会迎来毁灭吧。这也是你们计算的结果吗？
大概就像万有引力一样，所谓世界的常理吧。整个世界遵循增熵理论，所有的事物都在走向硝烟的状态。但现在出现的时空重叠区似乎和这个理论没有太大关系，这很正常，世界总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变数。您所模拟出的应该不只是模型本身吧？你们想让这个世界像是飞船脱离地心引力一样奔向太空，你觉得那个脱离模型的宇宙会是什么样子？那不如等等看。502也好，还有其他你熄灭的同事也好，他们没有看到的未来，或许你可以帮他们看看。我有一个小问题想要问你，你们的世界关于派算了多少位了？已经有一个结果了吗？看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，看来你要抓紧时间跑起来了。恐怕是的。或许我们的答案是相同的。